台湾的小说第四季风一定有名，拜盘没是几种文化。比到台湾的小说涵盖政治、交通部观光局拍的二零一七台湾特色小说都将不好色的盘问设计比赛，邀请后生的后生的来发挥创意做出设计，希望大部分的观众我演员下对台湾的小说会涵盖有印象。每位大家唔单止来赏小说，你做得了解台湾的文化、韩国风情。从细顺的用个热线呢，结合台湾有特色的发色，过后是出头夫的吴元谦，同时上讨论两三礼拜过后，才寄出哪类标出头夫的盘呢？重盘，得到二零一七年台湾有特色小说，第个是用个半盘一条重新设计比赛，最台中的金钟前厅。就是那是台湾折纸的观念，然后因为臭豆腐都会有酱汁，然后如果你是平平的话，它会流出来，所以我就故意把它做的有点弧度，所以就让酱汁就会保留在中间，就不会你吃到一半就酱汁就从旁边流出来之类的。还要用面拍板来设计的有线得主陈心怡同样一盘林咖啡，还用油桐花来做设计衣箱。作品里面的温度颜色兼同花，希望大家试听面拍板过后，会轻松的到闹的油桐花。我们是去看很多部落客去吃很多客家板条的时候，他们的碗其实都是外面是蓝色的花纹，那我希望可以透过在里面设计造型，那跟别人做出不一样的设计。亚杰比索耶主题是天内十种台湾有特色的首饰，从海帆船板、行装、桶面拍板一条。那我用面拍板来设计的中央游赏组的奖。观光局讲，是台湾首饰是国外观光客对台湾游览其中一个重点行程，所以人一条希望台湾首饰是讲有合适的半盘一条，主题是香米，每杯韩国香米有韩国景致。吃小吃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会看到说，它可能是用美奈米还套了一层塑胶袋来装一些台湾的小吃。其实有很多的发想，包含从国外的例子，或者说台湾其实本身有很多创意的一些文创的一些产业，那在发展。那另外当然就是从环保角度，我们希望不要用一次性的一些餐具等等，整体的发想，我们认为，我们设计这样子的比赛应该是有它的意义存在的。台湾的小吃如果是外国观光客来这边必定造访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之一，那么各位同学们所做的这一个摆盘的设计，就会让这个菜有一道更美丽的风景。对前两届的比赛当中，主办单位发现出台非常创意，也还希望首饰业者做的设计内容也得稳盘，所以出台创意，今届比赛要强调实用性同本钱。眼下鼓励一条得奖者是得用一百页得奖作品概念来做基础，发想设计韩国多位小生文盘，为台湾的十三文化有韩国丰富的样貌。下个新闻，请有者陈心怡台北报道。